Oh,
向日葵，就跟你的专辑的封面一样。谢谢。希望这个你的专辑在台湾呢可以唱片大卖。谢谢。导演加油！第一个，那我们送给他一个飞吻，好了吧？好，谢谢。他已经流汗了。好，要拍了。好，那我们先。我先点，今天我先不想看。